我的超级大龙珠今天就看你赚钱了。哎，胖爷，胖爷，人呢？整天乱跑，我说买颗龙珠，这人都不在，怎么买呀？这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可乐糖怎么撒了一地呀？这是让人抢劫了吗？不可能的，这什么社会还有人抢劫？那这人哪去了？我太喜欢这颗龙珠了，这怎么办？哎，我把龙珠拿走，把钱给他放下不就可以了？好好的怎么都睡着了呢？我的头好晕呀！哎，我记得我的汽水糖掉地上了，这不好好在这放着的吗？怎么回事？哎，我的大龙珠呢？一定是进贼了吧？哎，你们看见小偷了吗？快呀，给我拿一瓶小香槟。好嘞，给3块。2块行不行？买不买？什么态度？给3块。给我便宜，我得想个办法。哎，有了！嘿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胖丫，哎，你看你卖的小香槟，这是给人喝的吗？我卖的小香槟怎么了？你尝尝，尝尝就尝尝，你呸呸呸，咋这么咸？是不是不能喝啊？就像你这种破产品，我得找个地方举报你。哎，别呀、啊！我再给你一瓶不行？不行，还得退钱。好，来，退你3块。以后小心点，进货的时候看清楚，这是给人喝的，我就往回进。好，知道了，出去可不能乱说啊！这味道好像在那里喝过呀，我再尝尝。呸！又咸又涩，还有点骚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100块，5块，哎，5块是假的，假的，你再抽一张，说不定就是真的了，就中大奖了。那就再来一张吧。100块，哎呀，这好像是50，50，真的，哎，又没中。来，先给钱1块，给。还要不要再抽了？我都不信中不了，我都。再来一张。100块，要中了。哎，什么嘛这是？胖爷，我中了100块。啥？100块？那半块呢？那半块本来就没有。我说你撕的这半块呢，不是这个皮儿。那这不能算100啊？那算多少？就算10块吧。不行，50。行，那就50吧。那要点啥？给我拿一盒跳跳糖，再拿一盒屁屁糖，再拿一盒巧克力。好嘞，给，一共40个，还剩5块，还要点啥呀？给我找钱。在我这里种，只能在我这里花，你别想带回家。那我就随便拿个他吧。哎呀，这二狗子中这个奖票怎么这么奇怪呢？还少一半。最近这个胖丫对我很不友好。我得想个办法治治他。哎，有了，胖丫。哎，二狗子，买点什么呀？给我拿点变态鞋底。好嘞，给。多少钱？2块。2块是吧？给你5块，找钱。哎，怎么乱扔了你呀？治不了你我。找你钱。给你3块。哎，你怎么也乱扔呢？我还治不了你我。这个大白梨多少钱？3块。钱在地下，自己捡吧。哎呀，草率了，我这不是自个儿给自个儿找活吗？哎，这叫什么？自作自受吗？还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？哎，二狗子用的这一招是以其人之道还。哎，下句什么来着？胖丫，给我拿袋情人梅。
好嘞，给。看我干什么呀？找钱呀。哦，要不是我钱，拿个这个不会画的比你灵呗。我才不吃这狠活玩意儿呢。哎，都愁死我了，都卖了三个月了，也卖不了，他也不画，这啥比你灵呀？也卖不了，也不画。哎，胖丫，你别找了，别找了，我帮你想个办法吧。啊？别拿了，你听我的，肯定一下子就全卖了。什么办法？快说快说。你看啊，是这样，一会儿呢我藏到门外头，然后有人来买东西呢，我就赶紧冲进来，我就假装要把这东西全买了，然后他就肯定会认为这好吃，所以说呢他也一定买，咱们来来回回卖上这么几回，这不就卖完了吗？哦，这个办法好，那开始吧，你赶紧出去藏去。哦，那我得手上拿点钱呀。哦，对对对，不拿钱不行，来拿一百。行，那我去了啊，一会儿有人进来我就进来。嘿，这二狗子真是个大聪明。老板娘，给我拿个健力宝。走，我给你拿。二狗子，卖上去拿呀。哦，我给你拿。二狗子，二狗子，卖个东西还魂不守舍的，不买了，走了。哎哎，这二狗子怎么回事啊？这人都进来了一班又一班，怎么还不进来呀？这睡着了这。二狗子，哎，这人呢？你们说这二狗子去哪儿了呢？一匹马。这不就是个马字吗？不错不错，来，奖励一包北京烤鸭，来继续。再加一马。加。嘿，聪明，继续哦，离一百块钱不远了，来，奖励你一包南京板鸭。奇怪的马，这不就是马加奇，就是骑马的马吗？来，奖励你小滑头一袋。累死的马，马加累，这不念骡吗？八包四是你的了。主人的马，马加主人的主，这不念住吗？奖励你一包酒鬼。最后两道题了啊，答对了一百块钱就是你的了，你要答不对，所有奖品我全部收回。你就瞧好办，过桥的马。骄子的骄，对吧？长大的马，大马，大马也不是字儿啊。那这个，不会就拿来吧？哎呀，哎呀，就差一步了。那我求救算不算？好吧，好吧。哎，好嘞。长大的马应该是什么字呢？评论区告诉我哦。胖丫，别说话，你天天考我，今天我也考考你，你看这什么字儿？这字念什么？你蒙谁呢？你随便画两个道道就说是字儿，不是字儿。这个字念快，意思就是有水流动的声音，是不是我给你写的太难了？这次给你写个简单的。哦，你说什么就什么呗，反正我也不认识，你蒙了我也不知道。这个够简单。念什么？什么玩意儿？你老画的道道，这哪是字啊？这这怎么不是字啊？这个字念撇，同撇字，文盲了吧？我文盲，照你这么说的话，这就念点字呗。错了错了，这不念点字。要我说那根本就不是字。什么不是字？这个念主，同主人的主，明白了没？哎，不跟你玩了，净蒙我，走了。哎，九年义务教育的漏网之鱼啊！大家说这个字是不是念主人的主？评论区告诉二狗子，让他输的心服口服。胖丫，哎，二狗子，你来的正好，你看我给你写几个字，你认识不？什么认识不认识？一天净搞这一套，不跟你玩，走。哎呀，今天不坑你，我给你写四个字，只要你认识两个，就算你赢了。四个字认识两个字，当真是两个字吗？对，你看好了啊、哦，还是老规矩，赢了随便吃。这个字念什么？这不是水吗？小孩都知道。那两个水呢？啊，凉水，不认识。念嘴，嘴，再给你加一个水，这个总认识吧？这不是秒吗？这么简单字儿。看下边啊，四个水呢？我不跟你玩了，你哪有那么多水啊？那都不是个字儿。这是个字儿，要不然我提示你一下，你想想、啊，到处都是水，水库里、池塘里，水多的都往外流了。哦，烟？什么烟呀、啊？就是那个水淹了的淹呀、啊！不对，你是真笨呀，提示你都不会。你少来了，这就不是个字儿。